520这件事情。他第一次献给你了，对，我们可以讲的。他可以聊感情的话题吗？欢迎520这件事情。我可以啊，我520没有故事啊。啊？我520呢？啊，我那个对的上面看到是假的。对啊，然后那是照片，是刚好在520，但是在涩谷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随便 sky。对啊，那讲真的，但是我跟大家分享很有趣的事，就是他从来没有出国旅游过，真的假的？他都只有出国比赛过。他第一次献给你了，对我带他出，第一次。哎，这可以讲的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他脸红哎，你看脸红，因为我觉得很酷，就觉得蛮特别，很害羞，我害羞，我第一次讲。你的身高差这件事要怎么克服啊？他怎么跟我比星星？对啊，这样你们以后如果要开会，在你面目相觑。没关系啊，他就要一直低头啊，我就是这样子才可以让他就是知道他永远要为了我低头。哇哇，很赞哎！那我我脸只夸我自己，没有，你看他就只有蟑螂，他只会想到哎，你上次跟你跟蟑螂合照哎，没有，你官宣哎，你们那个是缘分吗？对啊，真的是缘分。我把它剥下来，因为我以为是昆虫，然后一剥下来，它就这样在我的外套上，我非常的认真这样看着它，很久就知道是蟑螂，是蟑螂。我对吓死，就是我看一看，然后很确认它是蟑螂之后，我才开始大叫，然后把它甩出去那个台车，而且它是会飞的，飞啊，它就是飞进来的。好了，祝大家幸福快乐，爱自己，单身快乐，爱自己最重要。对，或是也可以找个蟑螂，我希望它可以化身为蟑螂王子。啊，可是我忘记亲它了。对啊，等一下拿去，不行吧？我觉得不行。